书多行传第七章，这石头就讲，这个事是安尼吗？苏提范讲，立位父兄，请听。然而左阿伯拉罕犹在米索不达米徛起哈那的时，因讲的上帝对伊显现，甲伊讲：离开你的地方甲种族，甲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。迄个时，伊就出去加拉地人的地方，徛起伫哈那。伊老爸死了后，上帝对遐甲伊说到即所在，就是恁呾所徛起的。伫遮并无产业予伊，连徛卡的所在也无。其实伊也未有囝，那是上帝永远必用即所在予伊做业，说到伊的好下。总是上帝有安尼讲，伊的好下伫要出外伫异邦。人要用因做奴才，歹款待因400年久。上帝佫讲，因做奴才所服侍的国，我要审判伊。后来因要出来服侍我伫这位，佫用加勒的约予伊。就安尼，伊生以撒，第八子佮伊行加勒。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人12个子。列祖万代约瑟，为伊去埃及。那是上帝甲伊伫个，求伊脱离隆重的苦难，予伊伫埃及王法老的面前得到稳定甲智慧。法老就立伊创立埃及国甲伊个全家。拄着埃及囡仔面对饥荒大艰苦，咱个列祖却无米粮。咱可听见埃及有五角，就头一摆请咱个列祖去，到第二摆约瑟好兄弟捌伊。约瑟的脚法老所得着在，约瑟就请人搬请老爸雅各甲全族75人来。雅各就落去埃及，伊甲咱个列祖死伫遐。阮赶到四剑埋葬伫阿伯拉罕羊群对下尾个子孙所买伫四剑个墓地。到上帝对阿伯拉罕用酒泉所应允个遐个基已经滚，百姓就生产。兴旺伫埃及，到巴力王毋捌约瑟个起来管理埃及，伊无害人个族，歹款待人个族，命令着弃杀因个婴仔，予因袂活。遐时摩西出世，非常个清秀，又是伫老爸个家3个月，受弃杀个时，法老个查某囝求去，又生出家己个囝。摩西学习埃及人隆重个学问。讲话件代志拢有才能，将军40岁，想要去看伊个兄弟以色列个子孙，看见一人是冤枉，就保护伊。退休屈个人伸冤，拍埃及人，拍算兄弟会晓我，上帝用伊个手救因，那是因袂晓我。今日拄着因伫相拍，爱护因就讲，恁是兄弟，啥事啥欺负？迄个欺负厝边个人，拒绝伊讲，是最最设立你做官府，做审判司来治理阮啊！伊爱要害死我，亲像昨日害死迄个埃及人吗？摩西因为一句话就走出外伫米甸个地方，伫遐生2个囝。过40年，伫西奈山个旷野，7、8火焰个中间，有天使对伊显现，摩西看了。奇怪，所看见的，拄仔惊我要认真看，就有主的声讲：“我就是你列祖的上帝，就是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”摩西摇摇唇，唔敢认真看。主甲伊讲：“你的话就转起来，因为你所徛的位是圣地。我的百姓伫埃及，我实在看见因困苦，也听见因的吐气。”就降临来救因，哪里来？我要请你去埃及。这个摩西就是因故作的讲，是最最适合你做官府、做审判司的这个人。上帝透七遍来对伊所显现的天使，请伊做官府、做救赎的。这个人带因出行基督新约的埃及红海，甲旷野40年久。这个人就是迄个以色列子孙讲的摩西。讲上帝要对恁兄弟中间，为着恁顶生一个神祇，亲像我。这个人就是迄个伫旷野的会中，甲西奈山对伊讲话的天使。
以及来做三角地的，伊也得到我的调命传下咱。咱咧做无爱顺从因，反倒屈服因，心都转伫埃及，甲阿伦讲，得到甲阮做神明，带头带阮，因为这个带阮出埃及的模式，毋知伊怎样。迄时因就做牛啊，佮献祭伫遐上，欢喜因家己的手所做诶。上帝一弯两转，出在因服侍天上，亲像先帝的解说记载的，以色列家恁伫旷野伫过四十年，敢捌用生理祭物献乎我吗？恁光摩洛的宝瓶，甲你翻新的星，就是恁所做来拜的像，我欲遣散恁伫巴比伦外。阮的列祖伫旷野有坚固的会幕，亲像对摩西讲的法律，就照所看见的款式来做伊。后来上帝捆搭外邦人，踮伫咱的列祖面前，咱的列祖约瑟亚既然承接这个会幕，就带伊入去踮伫迄个地方，直到大卫的时，伊得到稳定伫上帝面前，爱要甲雅各上帝找一个徛起的位，独独所罗门才甲伊起厝。总是至关的，无掂伫人的手所起的，亲像上帝讲、主讲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卡达椅。恁要甲我起什么好的厝，也是我安息的所在，掂伫倒落啊？这一切，敢毋是我的手所创造的吗？恁的颔棍硬，心甲虚微受割裂的人，常常背逆圣神。恁会做安尼，恁也安尼。身体中倒了一个无好，恁会做困脱衣个。遐个参与个愚者，要教个人，因也害死因。打这个鱼，恁不上钩来害死因。对天师来食个流法，恁收到也无受益。因听见这话，心内尽在受气，愿意家个切气，得到苏地焕和圣心充满。主目看天，看见上帝的荣光，耶稣站在上帝的大边，就讲：看啊，我看见天开，人主站在上帝的大边。人就大声嚎叫，捂耳孔，用心围困伊，赶伊出城，用石头钉伊。做干净的人将伊的衫披伫少年人，名叫所罗的脚前。因用石头钉苏提番，苏提番求讲：主耶稣啊，接纳我的心。佮跪落去大声求讲：主啊，无得用这个罪跪伫因。讲煞就困，所罗也欢喜一死。